系小童葵会网上电台记者古荣诗。咁我企喺我哋背后咧就系、是、周氏嘉庆。咁我而家同佢做访问啦。小朋友啊，头先你上台比赛惊唔惊啊？唔惊。系喎，咁请问你哋准备咗几耐咧？都有个零月噶啦，都有个零月。咁你对呢次表现满唔满意啊 ？OK 噶啦，OK 噶啦。好啦，咁点解要拣呢个诚实嘅题材嚟做呢次故事嘅主题咧？因为比较贴切啲啊，佢就因为如果你叫佢做第二个角色嘅话，佢可能好难投入，因为佢得三岁嘅小朋友，咁嫲嫲做真系做翻嫲嫲，变咗佢系好熟悉咯啲人，系咯。咁有冇想小朋友喺呢个故事度学到啲咩咧？希望佢能够诚实啦，同埋做一个有用嘅人咯。咁唔该晒你嘅访问，咁希望你哋入到决赛啦。